的向日葵比人还高，阳光下迎风摇曳，壮观美丽。来到这儿，长阳花海中心中幸福感满意。今年花很漂亮，开得很盛开。一年一度的高雄美浓花海开跑，今年植入的花株提前开花，花况美不胜收。整体花海以向日葵、百日草、小油菊、大波斯菊为主，打造出六大赏花专区，游客目不暇接。今年好像多了这些兔子比较好看啊，多兔子比较好看。对，为了迎接兔年，有主题灯饰装置艺术，还有以向日葵为花墙，呈现花中花迷宫，让人像迷宫游历一般，沉浸在浪漫缤纷的花海中。我们种植了32公顷的波斯菊，还有百日草。还有向日葵。另一个会令人心满意足的美景，在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，最近花苞陆续绽放，梅香扑鼻，目前开花已经50%，朵朵小白花在树梢绽放，就像白雪覆盖，真的好美，忍不住拿起相机捕捉盛开的梅花，每个不同的角度。觉得梅花小小的、白白的，很可爱。它已经开了大概5-6层有了，就来拍了。几年来，今年的花况最不错。花况也最美丽。乡公所表示，梅山公园内约有上千株梅花，现在进入盛开期，农历春节正是赏花最佳时节，欢迎大家事先规划，把握机会赏花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